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麻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牌，起手无花，外面的花出来的也不少，看看这个牌有没有机会做无花果。就是自己手里的牌太散啊，先打字牌。还缺个牌搭子。抓七筒进来，搭子齐了，两上张了。抓九筒，打哪一个条子呢？这个牌我选择打三条，因为上家把九条给碰了，感觉大条子的机会稍微好一点。又抓六条对，那就跟着下家打八条。下家怎么打了个七八九啊？上家看样子搞不好是碰碰胡了。没想到二条也让我抓到，这个牌留小条子倒是无花果听牌了。下家倒是先听。下家这个样子也没有牌型啊，估计和我一样也是开错搭子，这个八条也能抓得到，打错两次了，这个牌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，还好上家碰了一下，让我抓七条听牌，六条应该也是下家不要的牌。无花果听牌了，外面的花出来的也挺多的，这个牌机会是大大的有啊。外面出来16张花，根据概率上来说，我还有一次抓花的机会。看看我能不能把握这一次无花果的机会。3万字末，无花果胡牌40份，加个苍蝇45份，大无花成了。看一下第二副。这个牌也是缺搭子，多对子。八筒抓克子倒是挺好的。对家碰碰胡啊，上家倒是在做条子，4万也抓克子，那就打8万，用四条和三六筒来靠账。抓六筒听牌了，听了个对倒啊。也不管了，直接就去听了。六筒上家还打过一个，这个牌听得并不好。对家打6万点炮，两个花6份，加个苍蝇11份。看一下最后一副，最后一副又是起手无花，手里现在有4对了，先打一个二筒，再来一对倒是可以考虑做碰碰胡。
六筒抓客子，一上张呢？一上张倒是不太想去做碰碰胡，不想走远路啊。现在花也来了，这个牌老老实实做个门清更为合理呀。来五筒打掉两条，打两条不如提前分张打四筒。对家先停。上家这一口吃的挺好的，抓三筒听牌了。下家也听，三家听牌，对家抓四条点炮，一炮两响，花四分，加个苍蝇七分。